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两个宝宝，前面两个叔叔，你看站在那个车上，三轮的电动车上，很威风啊，不是？那不是威风，那是要命。你那么要命，你说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坐那个你那个旧移工啊，移工的这种，不过比这个好一点的那个车，也是很多人，然后一车的人坐在后备箱那个翻斗的那个是里头，一车的人坐在里头，真的是笑死笑死。这个点那种农用车啊。小时候那种农用车，这是什么啦？工具呢？这五个广东帮的小孩子不会闹的，其实感觉万一五个广东后面。小孩子坐会闹了，前面看的。哦，有看的，有屏幕哈。啊，就这个屏幕是吧？嗯。别一屋又光着的是吧？能把你搞得我衣裳一滴滴的，我又把你揉出来的，我找不到你，我找的，我刚刚拉出来就不见得行。好嘛，我又把你的肉放进去了。嗯，我就堵。堵了。嗯，堵。堵了哪个输了哪个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嘛？挂了几个号？三个人都挂了几个号？挂到我医生看。嗯。挂上了吗？挂得了。敷一号，敷完这两个就挂了。评估一下吧，可以。我医生话是那些哈，老重点个哈，那些一级是一级一级，像那个哎。刚刚好哈，是不是少一点的工资？刚刚好，而且多了也不行，还要打包，我还打包了电费了，差不多。分量一些叫几多？一些几个噻？一些个人。一些个人，一些四个噻。一些四，还有汤嘛算在里头啊？好像一些六哦。饭家里搬哈，还有只要一个家里搬，一袋搬哈。那因为一个大包天都会拉个木匠饭，小庄家饭，另外就拉个木匠饭，小周饭两个。注意行人，非机动车。大包个饭两个，对。要不收了。
身边都相当生活了，你不晓得啊？哎，家都一家围都相当生活了，要不就是棉衣呀，没关系。这边走可以，这边走可以。嗯。要不然那边要走走大转盘那个，你还得绕那边去。嗯嗯嗯。你往那边进不进来？你莫进屋，你莫上桥啊！就跟得跟得屋里那些所有的经济都闹翻了。哎，我别人再搞就行。怪不得也玩得个走呀！哎，跟得所有的经济都搞翻了。N 个人哎。对吧？这就是现在那个医院，这现在一个大夫叔叔，都是感觉要多牛多牛那个家长，要这个压个手表，有些要搞有些。哎呦，搞个人呢？还贵些的。还不涨？我们那个药我有遗传，好像走掉，能不能走啊？可以哈，你看一下，好像哪个地方不能通那个？只能这里右转，前面是逆行。啊，那就这里啊。我搞不懂，我都我老公开车，我都不管了。有时候看到人在那说不能直走还是什么。对啊，那个地方就担心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好像。这里左转。啊，左转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好像直走是可以吗？哦，也不能直走，也不能直走，哎，好像是这个地方转过去。单行线。单行的，对。啰嗦的很咯。我那路弯又要上去了，又加不起加的了。嗯，不是老早还要给个早餐。又是圆了，又是给你吃，俺们吃。还要给个早餐。俺豆西第一次见到搞个人。豆西，豆西做真西，第一次见到搞个人，搞个人搞个幺就跟你。有些没有啥味，有些给你找啥味。说这个话有什么？啊，这里可以走。嗯嗯。要吸一包烟。嘿嘿。要吸一包烟。有啊，有没有现在吸一包？嗯，没现在烦恼了，不就吸个泥嘛，就分。没有想法了，你坐在里休休闲闲，困觉，看手机，看抖音，困觉吃饭，困觉吃饭。你叫我唱，我不会唱，唱啊！我不会唱，你要安慰我，我不会唱，唱啊！那你不要拦我。然后这个是右转，右转可以吗？这哪能右转？啊，不能啊！肯定啊，前面直走，右转就到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我老公也这么开的，就前面，然后有个巷子，得转过去。嗯。嗯。来人民医院比较麻烦。就按照刚才你走那个路还快一点哈。肯定啊，导航肯定快了。是哈。走那个大桥上面哈。对啊。那还快一些。那肯定快。给你弯弯绕，这里弯弯绕绕的。不是我老，我也不认识路，那导航。导航。现在要相信科技。对，导航一搞，哎，时间短是吧？又快。对啊。相信科技。这里红绿灯太多了。对啊，科技有大数据，它肯定算得出来的。是啊。相信科技。已经做了十来年了哈。嗯，做了十来年了呗。这里做了十来年了。那个闺蜜嘛，在家不行。你从来没做过事，好不好？你咋就把来哪里做得了事？这不就是屋里弄掉了饭？
跟着老公原来就弄掉了房子，啊，老公走了就跟这个你跟着你了。不是我说贵吗？有啊，几十来年了。几十来年呗。